新郎黄义光，钟明慧姊妹，你愿意嫁黄义光为你的先生？你是否愿意娶钟明慧姊妹为你的妻子？无论是疾病或健康，贫穷或富裕，你都愿意爱他、安慰他、尊敬他、保护他，并愿意在你们一生之中对他永远忠心不变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我愿意。好，我们也一样以热烈掌声来祝贺这对的新人。这戒指戴在你钟明慧的手上，代表我对你的爱与委身。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，阿门。谢谢我的妈妈，她就是我家庭的一个经济支柱，她很辛苦在外面，然后抚养我长大，直到现在我有能力工作，直到现在我娶老婆了，他们都一直在想念我，担心我，不管是什么事情，他们都在背后为我祷告，成为我背后祷告的一个支柱，他们就是我的一个祷告大军，谢谢你。It's so